大家好，我是阿尼玛。嗨，大家好久不见喽！又到我们阿尼玛的超逆天化妆教学。大家也知道嘛，这个月份是我们鬼门大开的月份。在这个月份，我可以做些什么呢？然后我就想到了，我们的阿飘飘们出来不一定要吓人呢、啊，他们也是可以打扮得漂漂亮亮出来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我要教大家画的是时尚厉鬼妆。告诉你们，这个妆非常的实用，除了让我们的阿飘飘变得漂漂亮亮之外呢，平常素颜的你是不是常常被男朋友数落说，欸，你素颜真的很像鬼耶，像鬼，你今天就要让他知道鬼也可以很漂亮。大家有没有觉得阿尼玛的素颜看起来有一点不一样呢？没错，我去做了眉毛，它不是画上去的哟，它是割上去的。痛不痛吗？你试试看拿一个夹子把你的眉毛一直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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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种感觉。OK， 我们开始化妆了。眼睛比较敏感的人一定要先戴隐形眼镜哦。干嘛？鬼不能戴隐形眼镜吗？每次戴隐形眼镜都会这样。这款隐形眼镜戴上去会让你有一种混过欧美血统的那种感觉。我知道一定会有人要问，为什么我的眼睛里面会有一个白色的光圈？去看我的 Q&A 影片，谢谢。不要再问了。妆前的打底来自 NYX 的 Angel Veil， 它除了控油之外，还可以填补毛孔，让你的皮肤看起来比较少瑕疵一些。比较好上妆，但是你在化任何的妆之前，你一定要把脸洗干净，就是不要油油的、脏脏的，这样子你会把这些肮脏的东西全部都覆盖在你的皮肤下面，然后你就会很容易长痘痘。像我这种常常熬夜的人，就会很常长痘痘。接下来是遮瑕啦，我们要当一个无瑕疵又漂亮的阿飘 ，Can Make 的遮瑕膏，因为我们要画的是飘飘妆嘛，所以我会选这个第一个。最白的这个遮瑕，我拿错笔刷了。先稍微遮一下比较深色的部分之后呢，我们先上个粉底。粉底的话呢，如果你有比自己肤色再白一些的粉底会更好，但是我没有，所以我就先用这个我原本颜色的来自 Kate 的粉底液。不要忘了脖子也要。记得你在上比你白很多的粉底的时候，你不要上到眼睛卧蚕的最里面的地方，你还是要留一点点空间，就是让眼睛看起来是有深度的。粉底的话呢，我这边手上只有这一款来自 Sonia 的非常非常白的粉底，稍微附着在上面，让你的肤色看起来白一些而已。像有些人比较喜欢画一些歌德风的东西，或者是很日系的妆，就他们就会画很白很白的粉底，那你们就可以去买适合你们自己的粉底。上完一层粉底之后呢，我们先用定妆粉定个妆。好像打喷嚏。接下来是修容，为什么要修容呢？因为修容可以让你的脸看起来更立体。我们要当一个像外国人的阿飘，知道吗？因为我们今天的妆容是整个偏红色系的，所以我所有的化妆品都会用偏红色的东西来画。这款来自 NYX 的腮红，接近肤色一点的这个吧，我们上在这个地方。有没有看鼻子？超神奇的，对不对？这就是修容的力量，诈骗集团都用这一招。除了鼻子之外呢，我们的脸颊这边也要上，然后习惯性会上在这个地方。OK， 接下来是眉毛，今天会比较特别一点，因为我们今天的色系是偏红嘛，所以我们会用眼影来代替眉粉，它也是来自 NYX 的，就是我的老观众应该知道，我现在目前的化妆品都是 NYX 提供的，所以你们会一直看到他们的产品。我没有在业配，但是就是你知道他们送我就用嘛，对不对？OK， 首先是眉头的部分，我们眉头跟眉尾的颜色是不一样的。眉头的部分我们用的是这个铜红色系的眼影。画眉毛的时候永远都要记得往下带进你的修容里面，大概画到三分之一的部分。
我们换这个砖红色。眉形的话呢，因为我们是厉鬼嘛，就是我们要很酷，带一点杀气的那种感觉，所以我们眉形可以稍微往上一些。超长的眉毛不是很对称。接下来是用遮瑕膏，让你的眉毛的轮廓更精准一些。一些比较不自然的地方，就用手指把它推开。OK， 接下来是眼妆，眼妆同样也是用这一盘来自 NYX 的眼影。我们先用这个橘色打在我们眼皮跟眼窝的地方，它算是一个打底色吧。接下来用这一盘，同样也是来自 NYX 的大地色眼影，深的肤色，上在下眼影的地方，一直绕到上面，不要全部框起来哦，到眼头的时候要淡出。OK， 接下来是刚用来画眉毛的这个砖红色。这个砖红色呢，我们是加强在前面的部分跟后面的部分。这些太硬的部分呢，就用一个干净的刷子把它给晕开。晕开的时候记得要跟着你自己想要的形状走，不要就是随便晕。如果你像我这样子做一个叶子的形状的话，你就要用叶子的形状这样子晕开。OK， 因为我的眼睛是下垂的，所以我化妆我都会往上拉。如果你的眼睛是往上的话，就不要再往上拉了，你就是照着你的眼型走。如果你的眼型比我更下垂的话，也不要拉得太高，因为会跟你的眼睛搭不起来，以你自己眼睛的角度去调整高一些就好。有没有觉得今天的我特别专业呢？我觉得我可能会被很多化妆师炮轰。在这边声明一下，我化的妆都是以我自己的经验而研究出来的，所以如果我教错的话，你也不要讲出来。我们的眼影部分还没有完哦，还要再多一个更深的颜色，就是里面这个深巧克力色，跟着你自己的眼线这样子出来。我们用这个深色眼影代替了眼线。接下来呢，这个步骤还蛮重要的，我们用另一个砖红色画我们的眼头，就稍微的在你的眼头上这样子点一下，往下哦，有没有？接下来是画我们的内眼线，这支也是来自 NYX 的砖红色内眼线笔，画在内眼线的地方。接下来是下眼线，下眼线也是非常的重要，从眼尾的地方深到中间消失，然后眼头也一样深到中间消失，有没有？ OK， 这样子画了这个之后眼睛会有深度。接下来是睫毛，我用这一款来自 Maybelline 的睫毛膏，新买的，其实还没有用过，所以我也不知道我画出来会变什么样子，大家祝我好运。OK， 幸好没有发生什么事。我们是要当一个有气色又时尚的厉鬼，所以我们需要腮红，同样是这一盘，然后我们用的是这个比较深颜色的这个，刷在这个地方。OK，最后到我们的嘴唇了。同样的，我习惯性就是上唇膏之前，我会先上一层护唇。如果你跟阿妮玛一样是属于嘴唇很容易干的类型，你就真的一定每一次要上唇膏之前，你就上护唇膏。这款也是来自 NYX 的唇膏，就是有点偏紫红色的颜色，上在我们嘴唇的外侧。接下来是这一支，也是来自 NYX 的唇釉，这应该是唇釉吧，是深红色的，上在稍微内侧一点，稍微抿一下，再上一次，用手指把它自然的晕开，最后再来一个更深的颜色，上在最内层，同样用手指把它稍微晕开。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咬唇妆的颜色，没有看过鬼也会擦咬唇妆吧？我就是咬到嘴唇死掉的。OK，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请在下面按一个赞。如果你还没有订阅阿妮玛的话，请按订阅，点击订阅旁边的小铃铛，可以第一时间收到影片资讯哦。也可以发到我的 Facebook 跟 Instagram， 然后把这个影片分享给你想当鬼的朋友。怎么感觉有点空虚啊？你们知道现在是几点吗？现在是晚上11:58。不如我们来做个都市传说好了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